大家好，我们是 Super Junior M。Super Junior M， 然后在韩国第一次在韩国拍摄《勇往直前》，然后很好玩。刚才又体验了很多的项目，比如说这个跆拳道，对，然后还有最早我们从早上开始就到了那个光华门那边的世宗大王，那个有一些旅游观光的景点，然后很开心能够在首尔这边来录制《勇往直前》，因为已经有两年没有录了。또굉장히저희가슈퍼주니어 M이 오랜만에또여러분들또쇼프로그램에서잠깐뵙게됐는데요또그것을또저희가서울을소개시켜드리는그런역할을저희가하게되어서너무나영광스럽고또굉장히기분이좋고흥분이됩니다 네, 네저희같은경우에는뭐평소에농구도많이하고축구도많이하고멤버들끼리구기종목을되게좋아하는데요저개인적으로는잘은못하지만전축구를좋아합니다네저동희같은경우는수영을굉장히좋아하는데또이번에또핸드볼도네좋아하고요또이번에저희또박태환선수가이번에또200m 금메달네금메달을땄는데너무나축하드리고요네시간이되시면수영한번가르쳐주시면좋겠습니다아또저같은 경우는빙팡치호를굉장히네좋아합니다그래서많은선수들이정말일취월장하는모습을보면서뿌듯해하고있는사람입니다예저희가앞서방송에서보여드렸던오프닝을찍었던장소죠저는개인적으로광화문과그쪽시청일대를여러분들께소개시켜드리고추천해드리고싶습니다굉장히역사적으로도굉장히깊은곳이며또지금현재도굉장히중요한곳이기때문에여러분들보셨을때굉장히어떻게보면옛날과지금의것들과함께어울려져있는것들이여러분들께더좋은또신선하게와닿지않을까싶습니다那除了像史源刚才说的在韩国有一些古迹之外呢那其实韩国也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城市所以我建议如果来韩国玩的朋友可以去一下东大门啊或者是明洞啊或者是亚欧亭这些地方你可以血拼到你喜欢的一些衣服啊然后小配饰啊商品对 shopping 对 shopping 很好네지금까지저희가M 활동을하면서많은기회가있었지만또좀아쉽게도성사가못되었던적이좀많았었어요근데이번은좀다르게그렇습니다여러분들께서좀만더기다려주시면정말놀라울만한그런좋은소식이여러분들께기다리고있습니다네저희가또 M 앨범도지금녹음을하고있고요여러분들께조만간인사를드릴수있지않을까싶습니다네네조만간저희슈퍼주니어 M 새로운앨범이나오는데요여러분들께서조금만기다려주시면따끈따끈한앨범으로찾아뵙겠습니다조금만기다려주세요就像立旭刚刚说的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中国活动可以见大家所以请大家多期待我们的新专辑네지금날씨가너무많이추워지고있는데여러분들감기조심하시고요제가또앞으로인사를드리러여러분들찾아뵙도록노력할테니까여러분들께서도건강유의하시고요지금처럼주셨던사랑만큼앞으로도많은사랑부탁드리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우선감사드린다는말씀전하고싶습니다많이기다리셨죠정말좋은모습보여드리기위해서또많은시간을저희가투자를했는데조만간에또아까앞에서동해씨또다른분들이얘기했던대로좋은모습으로여러분들앞에찾아갈테니까조금만더기다려주시고사랑과관심으로좀더부탁드리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观众朋友们，一直支持 Super Junior M， 马上和大家见面。那很开心能够在韩国，然后通过新浪娱乐，然后跟大家这么样说话，这么样聊天，因为我们已经有大概在国内有小一年的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那现在在筹备我们的新专辑，然后很快很快。希望大家能再有一点点的耐心然后我们就要回到国内跟大家见面展开我们的新专辑的活动了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期待我们的新专辑我们会加油的加油여러분들지금까지슈퍼주니어 M 이었고요정말또멋진모습으로여러분들앞에설것을약속드리겠습니다안녕히계세요我们是슈퍼주니어 M